10月30日，江苏苏州，多位网友突然在空中拍摄到 UFO 震惊世界。这到底是什么飞行器？自从有了无人机之后，天空中就总是合理的出现了各种 UFO。无人机给了这些 UFO 一个合理的解释吗？让我们一起看下这些片段。这 UFO 怎么从佛罗里达州跑这儿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星链吗？没了。还有啊？哎，他不傻了吗？哇，没了。没了。发我快！消失了。什么东西？啊，又出来。这什么啊？星链吗？应该是星链。看过星走的路线吗？不知道哎。好神奇哦！你觉得这是什么？评论区讨论一下吧。